我们每一位众生都是未来佛，都拥有佛的智慧和德能。如果在生活当中把自己的境界定在这个位置上，是不是比较容易修？定在哪个位置上？我们每一个众生都是未来佛。如果你自己有这个这个决心和愿力，你当然可以定这个佛了。你比方说，师父就自己给自己定个目标了，对不对啊？你所有的举动，要像菩萨。 你所有的举动要像佛呀，因为我们要成佛的呀。我们修了半天，学了半天，我们就要成佛。那你不把自己的位置定了高一点，那你怎么成佛啊？你今天还定了人，人们又贪嗔痴慢疑了呀。你今天定了佛，你怎么会去追求啊？啊，对不对啊？你看人间很可怜的，你看看人多可怜的，每一个人都是为自己的命啊，为一句话可以不开心一个星期。 为了一点点东西被人家被人家占有了，为了一点点私欲，他可以一年不开心，他就可以个脸可以给人家看，他想不开心就不开心，他根本不为人家活的，就想为自己。你说这种人可怜不啦？举个简单例子，你今天定位定了菩萨，那么你现在菩萨看人，那么我们降低一级，现在你们定位如果菩萨是牧羊人，如果你们现在是人的话，全部定为羊，那么你们就是迷途的羔羊。 羊跟羊打架，羊跟羊竞争，你争我斗，尔虞我诈。你说牧羊人看着他们羊搞来搞去，笑不啦？要笑他们不啦？过两天马上就被杀了，过几天都会死掉的。你们还要这么不开心，还要这么搞来搞去干嘛？牧羊人只是对你们觉得很可怜，所以菩萨对我们人很可怜，知道我们人活不长的，几十年的生命很短的，还要搞来搞去，你争我斗的。 你有钱又怎么样啊？你有名又怎么样？你有利又怎么样？你今天嫉妒人家又怎么样？你报了仇又怎么样啊？你还是要死掉的呀。所以你想想看，菩萨看我们可怜不啦？叫我们放心啊，放下呀、啊，赶紧到天上去了，就可以永远在天上了，跟菩萨在一起了。这概念性的问题呀、啊。你如果把自己提升境界，你就把菩萨的境界用到你现在人来看。 那你现在看人，你你说你还会爱这个人好看，那个人好好不好看不啦？你想想，还一个牧羊人会喜欢一个羊不啦？如果有一头母羊漂亮的不得了，头发卷的，眉毛卷的，你说这个牧羊人说来我跟你结婚会不啦？如果你今天是菩萨的境界，你会看见这个羊喜欢那个羊不喜欢不啦？你今天是个牧羊人，怎么会喜欢羊呢？你今天是菩萨，他怎么会爱你们用狭隘的私心来爱你们一个人美色呢？ 你听得懂吗？菩萨是天上的，他是境界很高，他怎么会爱爱人呢？他知道人身上除了皮里边都是肮脏的东西呀、啊，气孔都是肮脏的，他怎么会爱啊？他怎么会因为你们化化妆他就喜欢呢、啊？听得懂了吗？所以境界要高，把自己定了菩萨的位置，你以后有可能成菩萨。你今天连位置都定不到菩萨，那你肯定成不了菩萨了，你就普通的人了呀。听懂了吗？ 感恩师父。师父 <laughs> 讲话讲法非常厉害的，啊，我有时候你们要提到这些问题，我就跟你们讲。你想想看，人可怜不可怜？你们想想看，啊，我们人活在这世界上一辈子，你看我们的父母亲给我们留下了什么？什么都没有的，他自己什么都拿不掉，他走掉了。我们现在也是这样啊，我们再有名再有利，一走什么都没有了，去搞什么、啊？想开一点啦。 你想想看，现在人间的这种杀戮啊，对不对啊？为了一些仇恨呐、啊、嫉妒啊，你搞我，我搞你，不就是跟羊群里边羊跟羊搞来搞去吗？这个公羊喜欢这头母羊啦。咩，过去啦，你说牧羊人一看，哎，不要搞，不要搞，不要搞，就跟菩萨一样，你们不要人间这些东西啊，一样不啦？ 你们这么脏，你们知道不啦？牧羊人说：“你们这么羊已经这么脏了，你们怎么还要这么搞来搞去啦？”菩萨说：“你们人已经这样了，你们为什么还要不好好的修境界啦？为什么要法师了？法师干净呀，人干净不啦？人不干净的呀。你说人为什么叫不净观呢？菩萨为什么叫我们？佛陀为什么叫我们不净观呢？你说人哪个地方干净的？眼泪有眼屎，鼻子有鼻屎，耳朵有耳屎。” 嘴巴张出来有牙牙石，口、唾沫里面全是个细菌。你说哪个地方干净的？脑子脑子不干净，身体身体不干净。菩萨就说：“你们看看吧，这些皮肉之躯里边的肮脏的东西，你们还要去爱？你们赶快要放下吧。”这菩萨就是这么在教育我们的，叫不净观。看人要不干净。你喜欢一个女的时候，你要看到。 不净啊，都不干净的，人都不干净的呀！你一个嘛就好了嘛，你为什么还这个、啊、那个啊？为什么要这样啊？听懂了吗？你们好好跟师傅学的，你们以后境界高了，我才给你们讲这些了。我跟佛那个那个出家的师傅都是讲这些佛法的。你们刚刚开始啊，我能跟你们讲吗？一讲的话好玩的，你不要看我，我不要看你了，那麻烦了，没到这个境界呀、啊。 明白了吗？<白>所以你慢慢的好好学吧，你们差得太远了。要记住了，一个人学佛的人不会去跟人争斗的，他笑笑。你冲他不好，什么都笑笑。为什么高僧大德到了最后，你不管骂他、讲他什么样，他就阿弥陀佛。他已经超脱了，他不会，他是牧羊人，他不会跟羊在一起一本正经斤斤计较的啦。 你说菩萨，如果一个境，一个大法师，他的境界已经像菩萨了，他会跟跟一般的人斤斤计较吗？好了。